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一个充满各式各样怪物的世界。为了要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，必须要来盖一间基地，抵御那些怪物的攻击。那上面呢，有一个秒数在倒数，它只要倒数到零，怪物就会出现。总之，我们就赶紧来盖基地吧。那这次的基地要来盖什么呢？我想要来盖一间树屋。树屋的话，就要从树干开始盖起。来吧。来盖个树干，我想要盖粗一点的啦，粗一点的，来来来，哎，再来再来再盖再盖，等一下怪物好像来了、欸，哦，看到啦，蓝色太空狼人杀，哎呦，他们卡住了、欸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完了，拐了，完蛋了，他们太快啦啊，好，怪物消失了，继续来盖基地吧，来吧。我的树干的粗度围的差不多啦，接下来呢就是要来盖高度了。我来看一下要盖到多高啊？再盖再盖，这个高度好像可以耶。好，就是高度吧。接下来呢就把这些树干全部都盖起来。OK OK， 来来，盖好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怪物又要来啦，还有18秒。来吧来吧，把你盖一盖，这里还有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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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盖起来，这里也是，好，还有2秒的怪物就要来咯，快点上去快点上去，在这上面他们应该就上不来了吧。我来看一下这次的怪物是什么，在哪在哪，哦，在这在这，哇，这是什么啊？瘦长人吗？他背后这个是蜘蛛吗？哇，会叠、欸，好险我盖得够高啊，他们上不来。好，既然他们杀不到我，那我就继续盖吧。来吧，来吧。好，树干的部分完成了。那旁边这边呢，要盖个楼梯啊，这样子才能上去树的上面这边。来吧。那楼梯的话有吗？哦，有楼梯欸。好、哦，来看一下有什么颜色的楼梯呢？啊，就这个颜色吧，来吧。然后从这边顺着上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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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有有有，有那个树屋的感觉咯，从这边顺上去，来吧。再上，这里这里。哟，怪物又来了，是不是？哪边哪边？哇哦，这次的怪物好像是巴迪老师欸。哇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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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这样上得来吗？他有办法爬楼梯吗？来啊，杀我啊！哟，被杀到，被杀到了！会叠啊，是没事欸，他们好像上不来欸。好，上不来就好啦，就继续来盖吧。那楼梯的部分也完成的差不多了，剩下把这个空隙补一补吧。来来，这个空隙的话，用这个颜色补。哦，有有有，然后这边也放一个，哇，这个楼梯这个位置怪怪的耶，怎么上来啦？好，我把刚才怪怪的地方稍微修了一下，这样子就可以顺顺的走上去了。那上面这边是时候要来盖树叶的部分啦、啊，来看一下绿色的叶子，有绿色的叶子吗？哦，这边这边。来，叶子的部分先把底盖盖吧。哦，怪物又要来咯，这次又会是什么样的怪物呢？紫色杀手，紫色杀手，呜、哦，来了来了，哇，他们动得也太快了吧，上得来吗？哇、哦，好险我有盖这个树叶啊，他们跳超高的，而且跑超快的、啊。叠起来，叠起来，叠起来了。应该上不来吧？哎呀呀，上来啦！这样都上得来，太强了吧！好，树叶的底也铺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在上面放一些家具吧。来吧，我来看一下要放什么家具呢？先放个床好了，放在这边。沙发的话，放在这好了，放在床的旁边啊。然后呢，来个电视。来来，我要看电视，我要看电视。
好，这样有电视、有沙发、有床，是不是还少了个厕所啊？看一下厕所，厕所啊，这里有马桶哎。厕所的话盖在后面这里好了。再来一个洗手台，然后还有什么电灯也加一下。还有什么啊？哦，洗衣机也需要。怎么有人到我家来啦？到我家上厕所哎。好啦，这样好像差不多哎。接下来的话，就是把这个树叶整个围起来啦。来来来，围好。好的，我的树屋完成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来看一下树屋的里面。咦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什么烧起来啦？怎么有这个火龙卷风啊？还有这种东西啊？这个谁都没办法活下来吧？只要被扫过的话。又来了！哦，消失了。好啦，刚才介绍到一半，我们再继续介绍吧。可以从这边上来，然后这边是浴室，里面的话一样，就是沙发和床啊，可以坐在这边悠哉的看电视。那我想要来看看其他人的家盖怎么样哎、欸。来，先来看我对面这个人。他盖的怎么样呢？哦，这是游泳池吗？哇、哦，还真的可以进来哎、欸。然后这边桌子可以在这里吃下午茶，可以吃吗？哦，真的，拿到了一个蛋糕了，吃掉，好吃。然后它里面呢，这要怎么进去啊？它这有楼梯可以进去吗？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可以进去。哦，那要怎么上去二楼啊？要踩电视上去是不是？然后他的床就在这。好啦，接下来再去看看别人的家吧。我没办法开门啊！算了，从窗户出去不行啊，出不去啊！来看一下要怎么出去呢？啊，可以从这边出去。好，接下来耶！等一下，我忘记了有怪物这种东西存在啊！僵尸来啦！救命哦！先躲到他家吧。哎呀，上去！哇、哦，这个人家也太高了吧！然后这边过不去啊，没办法看，他们没有开。接下来的话，这边都没有人盖了。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这一栋了。哇，这是什么奇怪的建筑啊？来看看，这边要怎么上去呢？是走这个吗？呀，太难走了吧！然后从这边跳过来是不是？不行啊，根本上不去啊！然后上面好像也没东西耶，这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好啦，这间就不看了吧。然后这边又多了一栋哎，过来看看。来这间的话，一样都只是把方块叠上去而已哦。最上面这边有个平台哎，可是要怎么上去啊？还没有楼梯啊，这根本上不去吧？不行，上不去啊！看不到它上面是什么啊！好啦，今天呢也玩的差不多了，我也成功把基地盖出来了，时刻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